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、哦。大家辛苦啊！啊，真好，今仔天气真好哈。昨也搁咧落雨呢，昨寒到四时阵，尤其我屏东来特别惊寒，哈、哦。我暖包啦、发热衣，什么装备都穿上去了。那么，我今仔有诶爱困啦哈，我先讲一个故事来，互大家参考。那卖叫了，足爱去 long stay 哈，足假，这里有够假。啊，即个去迄个一个农民饲猪的啦，啊又有饲鸡哈。那么去到农场啊，主人就甲因抓讲啊来，总统你行头前。啊，总迄个卖叫甲讲，无啦，你主人你行头前哈。啊，迄主人甲因讲，无啦，我较习惯。惊你精神后边啦，哎，哎，拢爱赶猪、赶鸡啊、赶鸭吼，啊，即摆迄个倒落煮一道，请马英九，啊，再有一道菜吼，一个有一人菜叫做炖鸡嘛，炖到烂烂，我阿马英九就硬着迄鸡脚，讲哦，这个凤爪好，我中国人做个用迄个唯一来形容吼，啊，再讲啊，鸡脚都两支尔，讲硬一支要好。主人食，主人讲无啦，我无咧食这啦，这我拢留狗仔食。哦，你后干啊来只，那食饭有迄个鸡脚吼，咱往后饲足侪狗仔吼，爱来哦，留三块食。好，对，留狗食，好，安尼可能较袂拄久袂吼。好，来，咱开始来，我来介绍美国国会啦吼。好啦，啊，但是咱先来讲，咱即马连要执政啊，吼，啊，咱嘛，咱要做执政的观念，吼，就是公务人员，咱基本爱有的心态就讲，第一，咱爱用公仆的身份，吼，因为即马拢民主社会啊，吼，虽然咱是美国君主政府之下的，吼，台湾民政府，但是咱即马来，咱执政，咱要服务的对象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唔是要服务遐中国人啊，啊，所以咱。来服务咱只百姓，包括咱嘛爱伫合法的范围内，咱来处理咱只本土台湾人所涉的只枪伤哈。咱唔是像中国人来，都炸一个立法专书，啊一挂行政命令，安尼叮叮塔塔，甲咱台湾人拢白死死。你要办啥物代志，送件起来，哦，拿无红包，哦，拢办袂通哈。伊无爱个等因啊，得个咧压大呀，啊，所以效率足歹。啊，那么咱以后民政府的执政官员，当然得伫咱的职权内底，咱的合法的范围内，尽量来帮助咱这本土台湾人的倾向哈。那么第二个，咱来秉持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、公平哈，啊，搁关怀弱势。用心经营咱台湾这块土地，这款精神，咱唔是像中国人遐难民，因是走路客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当作客居之地，啊，像咧大陆是安尼，吼、哦，伊来到遮，啊，就想办法要移民，要去加拿大、澳洲，吼、哦，还是美国，伊无把大家当作是要永久徛起的所在，所以。你看，因来的经济，因所设计的经济，这个制度，就是拢要叫咱拼经济、拼经济，干来要赚钱尔。啊，伊无咧烦恼讲，这个土地的污染、空气的污染，所以拢咧做一挂高污染的、好高耗能的这个行业。这就是人先进的国家不爱做的，像石化，吼、哦，先进的国家不爱做啊，因迄污染足严重。譬如像澳洲。澳洲迄块土地遐大块，吼、哦，人因有迄个能力通去做石化业，因不爱做，伊甲设计遐塑胶产品，互恁遮农业国家，包括台湾，互恁去生产，小可台港的钱互恁赚，污染流入恁台湾，吼、哦、啊咱，迄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都想啊，这块都唔是因的，母我派无要紧，因袂听。但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咱要
行行顺顺要带只大，咱会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以后咱尽量发展这个无烟囱工业哈、哦，比如讲旅游业哈、哦、观光业这方面。好，进入主题哈、哦，来介绍美国的国会啊、哦，这是美国的国会大厦哈、哦。啊，这个这不是白宫哦，这国会大厦，这这边是参议院咧开会所在啊，另外一边是众议院咧开会所在。那么这是因咧开会的情形。啊，美国国会是分两年的制度，哦，一个参议院，一个众议院哈、啊。那么联邦的参议院伊是代表州，所以每一州会当选两席，五十州拢总一百位哈、啊。那么因的任期是六年，每两年爱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哈。啊那么参议长是总统继任的第二个顺位哈、哦。那么有人咧讲是安怎，每两年都要改选三分之一，啊，因为伊的任期有六年，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讲，你选这个三分之差不多33名哈、哦，这每两年都有新人入来。好、哦，那么也够66个是较资深的、较有经验的，因会当引出哈，啊个教这个少年。较新后进的这些参议员哈，会当会较紧进入状况啊。OK， 那么联邦的众议院伊是代表人民，这个参议院的议员也是众议院议员，拢总是爱民选哈。那么众议长是总统继任的第三顺位，好，那么作为众议员，伊美国法律有规定。上官会当435名呢，哈、哦。那么任期干那两年，每两年这435名拢爱改选，啊，这都冇争议啊。讲啊，头一年拄啊来咧学安怎要做众议员，啊，过了迄年就准备讲要去选定选啊，都爱可能爱走条啊卡，好去走选区。但是美国较无这款现象，哈、哦。伫中华民国体制下。你要选议员、选立法院，拢爱去白条啊卡。啊，选民咧婚丧喜庆、清官，啊是啥物疑难杂症，拢爱立法院议员去甲参加。上浪费时间咧，就是婚丧喜庆。但是美国无这个问题，因无咧走婚丧喜庆，所以伊定这两年，就是讲你选到开始就任，迄天开始，你就要好啊，甲我立法，好啊，甲我做，吼、哦，心无旁贷，你。因无咧走婚丧喜庆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两年你若好啊做，你的成绩做了好，自然你连任都没有问题，嘛免去走去白条卡，吼、哦，走特别浪费时间咧走选区，甲剩来时间好啊替美国来立法，哈、哦，这是伊的好处了，哈、哦。那么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的象征，因为参众议院的议员拢总爱民选出来，哈、哦，经过。一票一票算出来，美国伊个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是三权分立，分甲真清楚啊。你、哦、看国会是三权之首啊、哦，所以立的国会所立的法，和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啊、哦。那么你行政单位若做不好，后边有一个司法单位哦来监督哦，你若贪赃枉法，就甲你起诉审判。那么，国会伫众议院内底有20个永久性的常设委员会，啊，伊遮这个伊是有立法许可权，哈、啊，对于哪底只所产生的提案，哈、啊，上议因这个众议院来通过，哈、啊，那全院通过，就一定变作一个法律，哈、啊。咱来看有几个，这几个委员会是啥？农业委员会、拨款委员会、军事委员会、预算、教育甲劳工。能源加商务哈，金融服务，政府改革哈，另外还有一个政府改革委员会哈，国土安全部哈，啊不，国土安全会哈，会议委员会哈，众议院的行政委员会，过来，国际关系委员会，司法、资源、规则、科学、小企业，个一个官方行动准则委员会哈，这个官方你要。做什么工作，
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SOP 哈、哦，文书甲基础的设施，替我军人委员会，那个筹款委员会哦，这二十个这常设的委员会。OK， 好，那么国会主要的权力就是立法权哈，啊，伊内底有内涵宪法所列举的列举权，包括宪法所禁止的禁止权。那么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基本上是大原则性的，啊，那其他的细节是由行政单位哦，引起规划去设计哦，以内底施行细则哈。好，啊，咱来讲列举权，就是国会所拥有的权利哈。依据联邦宪法第一条的第八款，国会有权来规定并征收税金、关税甲其他的税务，以偿付国债，并为合众国的共同富裕甲全民的福利，哈，这是规定的，哈。那么，因为内底有几个条，啊，我是摕几条出来，大家参考，哈。包括铸造货币甲调节其价值，并制定度量衡的标准，啊，这样呢，国会的权利。再来，设立邮政局甲建造驿站，啊，这当初因为这因这个。宪法真早以前就两百几年前就写哈，过来为促进科学甲实用技术的进步，对作家甲发明家的著作甲发明，予伊一定期限的专利保障。我你看，两百几年前就迄个著作权法哈，智慧财产权这个保护这个观念啊，伊用宪法来保障这发明家甲作家哈。这嘛是美国进步的原因之一啦，哈。过来，募集甲维持陆军配备甲保持海军，制定有关的管理甲控制陆海军队的条例，哈。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，以执行联邦的法律，哈。镇压叛乱甲击退侵略，哈。啊，这美国的国会军队会使讲是美国国会咧控制。你要向其他国家战争，吼、哦，嘛要经过国会通过授权和行政部门，吼、哦，就是总统，包括伊的国防部下骹这部队来出动来战争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要配备及保持海军，吼、哦，啊，募集个维持陆军，因为这作战以前宪法迄阵空军也未有，啊，所以另外军队等于是国会咧掌控咧饲咧拨款。你要配备，甲保持海军，即海军，即陆军、海军爱领薪水啊，得爱国会通过拨款委员会通过预算，才会当来买配备啊，还佫发薪水哈。好，禁止权哈、哦，就是宪法规定，国会你袂使通过这个条款哈，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，人身保护令之特权。不得停止之啊，袂使通过这条法律啊。过来，剥夺公权令或者溯及既往之法令不得通过。过来，对于各州输出之货物不得扣税。哦，州甲州中间咧买，吼咧运送这物件，哦，越过这个州你袂使讲抽税哈。OK， 好来，过来，国会立法的签署哈，第一。由参众两院的议员提出法案，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法案上交所属的议院的工作人员立案编号，甲个标题写起来，哦，这就算易读了哈、啊。第二，上交相应适当的委员会的小组来举办公听会。头拄咱有讲的，这有二十个常设委员会来上议。类似这的委员会，但是还有一些非常设的委员会，还有八几个。啊，看这个议案是属什么委员会在管的吼，就上议相应适当的委员会。去到遐，就差不多决定死啊。那会案底下就迄、那个案法案交就结束啊。啊，那成案就还阁继续往上送审议哈。好，那多数的委员赞成，就上交专院的会议，吼、哦、去审议。好，啊，但是这由工作人员每一句落去读这个法案，这个变作叫做二读会议，哈、哦。
过来上去全院审议会，伊就干那朗读标题，就准备投票来表决哈。那表决通过就是三读通过啊，哈。好，那通过就佫送予另外一个议院表决通过。比如这个案是为这个众议院提出的，你就要佫送予参议院通过。如果是参议院那边送出来通，参议院通过，嘛要佫送来予另外这个众议院通过，哈。如果两议院的审议通过了后，这个法案就要送予总统，予总统去签署啊。总统若签署，就变成法律了啊，这个政治的法律了。那总统启用否决权啊，就爱阁送等于原来看对一个议院提出来的，迄个议院可以重审。但是这个条件就是讲，你总统要提出否决前，你爱把理由写出来。你对一条的条文有意见，还是你有较好的意见，你爱注明落，上等予参众议院去定审过哈。好，如果参众议院的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，则再度通过，就推翻总统的否决权，这个法案成立，变作法律哈。这个，所以你看，因有互相制衡这个力量哈。互相监督，互相制衡啊。OK， 好。那么国会有非立法职权，要分六类哈。一个选举权、行政权、管理监督之权哈、制定权、调查权、司法权啊。咱一个来看哈。选举权哈，伫总统大选中间，若讲无半个人得到半数的选举人票，安尼就好为联邦的众议院来选总统。但是迄个时阵，每一州干有一张的代表票，哈，啊由参议院来选副总统。第二个行政权，美国总统委派高级官员，啊，比如讲联邦理事准备会的主席，啊，即马上新的这个叫做耶伦，嘛是拄啊，他顶礼拜拄啊通过，哈，经过参众议院通过，哈。那么行政机关跟其他的国家签订条约。嘛，爱阁送转来，予国会批准，哦，较有准绳。OK， 管理监督的权，美国国会有权增减或合并，还是创新行政的机构，并增减预算。行政机关爱向定期向国会来做报告，并接受质询，哈，的执行权、甲弹劾权、甲立法否决权，啊，那么。增减或合并或者创新行政机构，这个创新哈，就是依照即马上新的局势，啊，比如讲9/11事件了，哦，美国就新成立一个上新的部，叫做美国国土安全部，啊，这个整并较早遐紧急事件的遐小组哈，都整并出来，上新的一个创新一个新的机构，买当合并，买当删减，哈 ，OK。过来制定权，美国国会有权制定还是修改宪法。哦，但是这200几年来，美国的宪法都要修改有通过都要27个修正案呢哈。那么要修宪的程序哈，就要参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赞成并提案，还是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哦赞成。就会当召开修宪会议，通过了后，吼，这个法案后，这个修宪吼案后通过，爱阁经过3/4的州来批准，这个修宪案才会当正式成立。所以州嘛是有州的监督的能力，哈，你爱你国会通过，嘛是爱我州3/4通过，哦，这无简单哦，要4/3通过无简单，哈。国会阁有一个调查权，哈。国会为了立法，甲监督政府的运作，而组成的这个专门的机构，来调查政府的行为的这个权力。哈，你政府若有这个贪赃枉法，哈，伊伫只有会当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给调查。那较有名的调查委员会有第一，啊，前个调查委员会哦，尼克森水门案、伊朗军售案，过来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。克林顿丑闻案，
那么越战调查委员会就是当初南北越战争吼，美国去支持南越，那么是安怎？伫迄个时阵，美国也在讲是超级强权，啊，武器上先进，吼，啊，人员训练嘛上精良，是安怎会拍输迄三流的北越这个国家？伊家拢家的吼，较歹武器的吼，这个北越越共，吼，所以咧调查这个问题。而且迄阵上新的轰炸机 B-52 所伫北越所牵的炸弹，超过伫欧洲吼战争迄几年所牵的迄个炸弹的数量，安尼个战术吼，所以讲啊开遮侪钱死遐侪美军，前头个战术吼，这有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。过来，这个伊朗军售案就是讲，迄阵伊朗这个巴勒维这个国王向台湾了吼。那么，迄阵因为这个伊斯兰这个激进派不时的绑架美国人质人质，那么美国为着要救这人质，哦，透过一挂这个 CIA 这个系统去跟国外弄白手套安尼套过安尼，因为迄阵两伊也咧战争，那么造成讲伊朗吼，因为伊朗的无人机。苏联那边较歹款，啊，所以嘛，伊人个迄个，跟美国断交了，美国无要支持伊遐新的在维修的零件，吼，啊，所以伊个战机拢无，真侪拢派去，无都飞去，所以制空权去予伊拉克退去，啊，所以战况作算讲想要战败啊，啊，所以啊，美国也想讲要救遮人质，啊，就甲讲，啊，无我阁卖你啥物物件。系军事武器，你还把遐人质绑住了，所以尾啊，这个代志逼空吼，所以美国国会组成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吼、哦。那么挑战者太空说就是讲，啊，太飞起哩无几分钟就平掉去吼，啊，这开美国遐侪钱啊，简单来讲者吼。来，司法官，美国国会的弹劾权就含有司法的性质，而且总统要任命联邦的大法官。啊，就包括伊要任命一挂驻外大使、吼参事、啊，了领事哈，拢嘛爱参议院同意认可啊、哦、才可以。但是干那众议院才有资格提出弹劾案哈、哦。啊，但干那参议院才有审判一切提出来的弹劾案件哈、哦，是参议院才有资格审判。好啦，啊，咱来检讨讲。是安怎？美国建国才238年呢，伊就一定变成全世界最强盛的超级强国吼、哦。啊，这有一挂咱来参考哈、哦。来，第一，美国人较诚实踏实做代志，一步一卡印，吼、哦，因不会做虚功啦，吼、哦，嘛不要碰风，吼、哦，啊该。安怎做实验，一步一步来，吼、哦，唔是用骗的，唔是用碰的，讲伊外高拄外高，像中国人的说的一口，这个好厉害的这个文字游戏安尼，我顶下比者来讲，啊明明都，国民党建书伊嘛讲甲像个建尔，啊、哦、我顶下讲一句话讲，国共内战啊建书撤退，唔讲撤退，伊讲转进，我军转进。一日千里，共军追赶不及。哦，你看，听起来敢那哦，伊未输外高呢，叫做怕输招赢。哦，第一，啊，四字就甲解决啦，啊，就怕输招赢就对啦。好，过来，大部分美国人是信奉基督教，哈、哦，遵守伊的教义，哈、啊，伊的教义咱个看卖哈、哦，就是信实公义博爱盼望，信实就是，你看美国人讲话较甚话。啊！伊做出来的产品嘛，靠信用，嘛真本真料哈、哦，真材实料。哦，所以你若买到美国的设备，你也感觉讲哦，搬来足重的，啊，铁棒拢特别高，哦，改成拢用袂歹安尼。哦，包括我四五工程，咱的日本报告嘛真厉害。我40年前买一个，迄阵上早超45年前拢还阁真空管的。但是尾啊，吼、哦，差不多40年前就发明迄个
电晶体收音机，哦，我买迄只已经下四十年啊，我已经头十几年无听，迄天去晓着，啊，摕出来电甲插来甲开了，佫会唱歌呢，还佫收音机 AM、FM 拢还收会着，四十年啊，你看咱日本宝国那真厉害哈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你做嘅物件有信用哈、哦，有实在。哦，用真本真料，你的物件品质就好哈。过、哦、来公益，哦，美国人就算讲较急功好义，嘛较爱打抱不平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伊会做世界警察嘛，就伊就是爱管东管西啊，看人的百姓吼，伊、哦、人权受了伤害，哦，伊就要拔刀相助啊，哈、哦。过、okay、来博爱，哦，美国人那伫做慈善机构，我那做名哈、哦，全世界。捐钱要去帮助遐善车落后，也是受到震灾、风灾吼，诶，即个国家拢是美国捐上侪钱，啊，包括美国伫只联合国即个非政府组织吼内底所捐的钱嘛，是美国出上侪吼。啊，你若感觉就敢若，咱来讲，咱台湾早期，咱若生着有一寡囡仔吼，生着有畸形儿的吼。伫咱台湾人大部分拢无啥爱饲，啊，人美国人你看，就来遮认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爱真大爱心的，因为一般人若讲要认养嘛，要认养迄好脚好手的吼、哦，正常的。但你看美国人，伊迄个爱心，伊肯，伊毋是袂生呢，家己嘛有生囡仔呢，伊嘛是可以认养遮畸形的吼，即、哦這个精神。值得咱东方人来学习嘛，吼、哦！我话大部分咱台湾人做袂到。过来，五万，美国人吼、哦，对将来是拢有信心，有五万，所以伊要向前行的动力就足有诶，吼、哦！伊较无迄个忧伤之情，伊拢快快乐乐向前行安尼。过来吼，崇、哦、尚自由平等，这都头拄仔讲过吼。哦因阁有一部《简明扼要》的宪法，哦，上早因的宪法拄啊十条呢，还没有修正的是因的宪法十条呢，哦，无像中华民国宪法安尼一本遐大本，啊，管甲不得不切，哈、哦，所以因都讲一堆啊，啊，做一堂事啦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么美国的宪法的基本精神，咱来参考看嘛，哈、哦。第一，保护个人的权利，哈、哦。第二，限制政府的权力。哦，这政府你袂使哦，伤过有权力，那个组织嘛袂使伤庞大，因为越有权力越容易腐败、甲专制啊、哦。所以伊宪法就甲你限制政府的权力哈。过、哦、来三权分立哈、哦。第四，伊用联邦的体制，哦，因五十个州等于五十个国家所联合来变作一个联邦国家哈、哦，联邦制。啊，这五十个州爱听联邦的法令的约束哈。宪、哦、法之上的所有州的，因州本身州嘛有州的法律哈、哦，啊那抵触到宪法，一切无效。哦、okay, 本来人人平等哦，你伫美国，只要你肯打拼啊，机会基本上拢差不多平等的。好、哦，那么真正的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分立，咱来看卖下。好，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，值得我们台湾人学习啊，这真重要哈。为这一点，看到美国三权分立，这个奥巴马总统伫这里演讲，边啊，这是参众议院的议员，人听到精彩的所在，拢徛起来，拢拍扑啊，都敢那一两组人。要坐条条也无被拍跑啊！好啦，咱来看是啥物人。好来，因就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，军人要被高降嘛不干净哈。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，哦，你看，你大家面甲看拢变变，改成奥巴马欠伊钱安尼。好，好，啊，这是军人哦，伊就是伊袂使喜怒哀乐表现伫遮啦哈。OK， 所以面看下拢变变。过来，另外这组人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。大法官是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的，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，司法公正。
哦，你来对照讲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的司法，中华民国所定的法律，是要予咱本土台湾人遵守的，唔是因中国人遵守的。所以你看，那中国人犯罪，司法碰到中国人都会转弯。哦，你看像阿扁啊，准讲阿扁啊，哦，然后贪污，嘛贪污一汤匙呢，阿妈因叫贪污，贪污一碗公。我贪污一汤匙的，抓即摆抓去关。贪污就我讲的吼，即摆还阁做东弄做假。哦，我定下讲了，我种时间无够。那么像安尼经营，你看，马英九贪污遐济，因的检察官、法官拢会替他脱罪。啊，搞讲什么什么大水库、小水库理论啦、啊，哦，这是有够厉害。有法中国人有够发明这个文字游戏啦吼，我、哦、迄先甲跳过。他们不重要哈。好，吸引甲培育来自全世界的人才，这个不哩啊重要。因为迄个环境哈，所有的，譬如咱台湾台大毕业、清大毕业，这些高材生呐，毕业了要深造，大部分第一选项就是去美国留学。好，你到美国，因为美国迄个环境好，自由环境，资料在你遐，在你变，在图书馆在你看。切在你看，那么一个真好的实验室，予你做实验，所以伫迄个优秀的环境之下，你会当伫啊发明做些物件，也是发现很多新的学术理论，啊、哦。那么学成了，有的人讲要归国，但是不要考虑讲，阿妈来转来转去阮迄个国家，阮迄个国家无迄个环境，无迄个场所，无迄个实验室，通予我发挥我的专长。所以到尾拢流入美国，所以美国是全世界的好的人才拢去网络去，哈、哦。OK， 啊，这就是原来美国会当遮先进哈，因、哦、的科技、因的发明，吼、哦，拢那拢遐好哈、哦，这原来原因之一啦哈、哦。好，过来启发导演式的自由教育环境，哦，这个嘛是足重要。咱的官网差不多一个月前有出一篇文章。叫做让孩子输在起跑点。有看过这文章的举手，我看者。哦，可能差不多三分之一哈，至、哦、四分之一。哦，这大概你要看一篇文章。虽然伊的标题是写让孩子输在起跑点，但是让孩子赢在终点。都开始，咱东方式的教拢是揠苗助长，即块也要学讲话呢，就开始咧。咧补习吧，像咧补习吧，就叫爱学英语啊。啊，台语唔先学，讲英语就硬要较钱，填鸭式硬管了对吧？啊，好像弄个框框，四方形的框框把它限制住，好些囡仔无法度自由发挥。人德国的教育就是讲，伊用宪法规定来保障这囡仔，袂使去补习，袂使揠苗助长。好、哦，囡仔的责任就是讲。以自由的环境，可以自然生长，可以自然大、自然恶。你唔免硬要叫伊学啥，伊家己有兴趣的，伊就爱耍机械设备的，就去耍遐玩具，会去拆玩具。哦，啊，那女孩子爱画画，伊就白沙咧学白话。哦，即款嘞，你拢爱顾在，可以耍去玩。囡仔就是伫这个环境下，可以框框大汉，你唔免用框框甲限制住。所以美国和后边的国家现在因拢遐有创意。就是你细汉，你就无甲定一个框框甲绑死啊，所以伊会当凭空想象，啥咧乱想，天方夜谭啊，乌白想拢无要紧。但是到尾啊，你看因大汉了，因就发明一挂新的创意。你看包括像啊，苹果一个出一个 iPad， 就甲日本上强的这个 Walkman 的索尼这间公司，伊遐 Walkman 拢打败。啊，伊一个智慧型手机开始了，伊一个设计 iPhone 一个出来。世界上最有名的这 Nokia 第一大厂的这个智慧型手机，三年后就又拍败，哦，即卖已经跌出十年外去啊！哈、哦，过来一个发明 iPad， 从来没有，这是新发明哦，这不是改良 ，iPhone 是把手机改良 ，iPad 是创新个发明，从来没有的东西，他把它发明出来，即卖大家爱 iPad 爱家，哦，啊，这只是美国。因的精神哈，因就是有这个原因哈，因
提供美国这好环境，让全世界优秀的人愿意来咱们这边居住、投效美国，哦，造成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原因之一。这值得咱人民政府所有成员来学习。好，哦，啊，我今仔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